学就是仔细观察，大胆假设，勤于实验。太阳能烤箱，太神奇了！你试看看，把它拿出来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干冰为什么变小了？它们都升华了啊！有它们过招给你，即使在家也可以做出好玩的科学实验了。啊、非常简单，动手吧 ！DIY 创意科学了。Astro 小太阳，星期日晚7点或10点，一起当个小小科学家。